42岁林心如出大事了，肉色裤子引热议，网友都不好意思看了。最近几年以来，全民健身热持续发酵，娱乐圈里的女明星们也都不甘示弱，纷纷走上健身路。有些女明星健身后的变化简直让一众吃瓜群众感叹，她是不是整容了？她的肉去哪里了？为什么气质都变好了？娱乐圈可是一个看脸看身材的地方，明星们为了接戏常常的苦练身材塑造角色，锻炼健身就成了日常任务。努力健身的他们才有了这么令人眼羡的身材与颜值。有些明星前后的对比简直是判若两人呢。林心如近期前往非洲赞比亚看望自己一直资助的女童，很有爱心的林心如在路上一直称女童为自己的女儿。近日，林心如自从非洲做公益回来之后，就将自己投入到健身锻炼之中。生完孩子的林心如身材走样，不过还好当了母亲，每次接受采访提到女儿的时候，都会笑得合不拢嘴，话题不断。在娱乐圈的女星保持身材是非常必要的，所以林心如还是在多加努力，一直不停的健身。林心如身穿无袖上衣与贴身运动长裤，赤脚的她认真在器材上运动，其中林心如一个抬脚动作不止秀出纤细长腿，更是让她的美臀全现形。而且林心如现今已经42岁，但是皮肤还是白皙紧致，这也与她平时注重锻炼有关。不过在这组照片中，林心如的这条健身裤颜色比较过于接近肉色，让人乍一看以为没穿，引起粉丝热议。网友大呼都不好意思看了。